车辆的行驶及操作。一、行车前的准备。行车前的准备，应急物品是否齐全，如三角警告牌、灭火器等，轮胎气压是否正常，外观有无损伤及异物，并紧固轮胎螺栓，燃油是否够用，储气罐放水，驾驶室闭锁是否可靠，观众螺栓是否松动，检查机油、转向液、离合器液及防冻液等液面高度，大灯、转向灯、刹车灯等各种灯光工作是否正常。二、冷启动系统。一、水冷发动机的预热，将钥匙打到一档时，冷启动指示灯点亮，当冷却液温度在15摄氏度以上时，指示灯大约在2秒钟后熄灭，可正常启动发动机。当冷却液温度在15摄氏度以下时，冷启动系统自动工作，指示灯约在30秒钟后熄灭，此时预热成功方可启动发动机。二、风冷发动机的预热，将钥匙打到一档时，启动开关至一档位置，冷启动指示灯点亮，当机油温度在15摄氏度以上时，指示灯大约在2秒钟后熄灭，可正常启动发动机。当机油温度在15摄氏度以下时，冷启动系统自动工作，指示灯约在30秒钟后熄灭，此时预热成功，启动开关至二档位置，马达工作启动发动机。三、启动发动机。一、水冷发动机，将钥匙打到一档，此时电源指示灯、手制动刹指示灯、高低档指示灯点亮，将钥匙打到二档，马达工作发动机启动，电源指示灯熄灭。二、风冷发动机，将钥匙打到一档，此时电源指示灯、手制动刹指示灯、高低档指示灯点亮，启动开关至一档位置预热，至二档位置马达工作发动机启动，电源指示灯熄灭。四、车辆运行。空车起步应选择二档或三档，在重载或恶劣路面上起步应选择一档。车辆在行进中，转速表指针应在绿色区域内，换档时离合器分离要彻底，档位切换应在转速表指针指示绿色区域内，使用倒档和爬坡档时要在车辆停稳以后，在下长坡时可使用低档行车，结合发动机排气制动及脚制动使车辆减速，转速在每分钟1200转以上，可采用发动机排气制动对车辆进行辅助制动，不会对发动机造成任何损害。五、停车。停放车辆时必须拉下手制动，装有货物或长期停放的车辆要在车轮下放上垫木，以防车轮滚动。车辆在街道或道路上夜间停放时，要放置警告牌并打开报警灯。六、新车强制保养。新车磨合2000到3000公里，必须按照北方奔驰汽车保修手册要求进行强制保养。磨合期内，档位速度使用率不得超过3/4。磨合期内，载重量应从额定载荷的一半开始，以50%的速度递增。磨合期内，车辆应尽量避免高负荷、高转速、低档位运行。车辆开始行驶50公里左右时，要重新紧固轮胎螺栓，并检查各种管路接头及观众紧固件连接的可靠性。七。
七，自卸车的操作。一，正确装载。装载时，货物重心要平衡居中，严禁偏载，严禁超载超限运输。二，货箱举升，将车辆停在坚实平整的地面上，变速杆置于空档位置，并拉下手制动，发动机怠速运转，踏下离合器踏板，停动3到5秒，结合曲力器缓慢松开离合器踏板，此时曲力器及油泵开始工作。注意，装富勒变速箱的车辆必须挂低档区的某个前进档，曲力器才能结合。操纵气控阀控制手柄至举升位置，举升阀打开，货箱开始举升，根据油门大小可控制货箱举升速度。注意，当货箱接近最大举升角时，应小油门缓慢举升。三，货箱中停。当货箱达到最大举升角时，将气控阀控制手柄搬回中停位置，货箱将停止不动。四，货箱回落，踩下离合器踏板，等待4秒钟左右，断开曲力器，指示灯熄灭后，缓慢松开离合器踏板，将气控阀控制手柄推至回落位置，货箱开始回落，直到货箱完全停稳在车架上，再将气控阀控制手柄搬回中停位置。五，底盘的检修。将货箱举起，调整保险装置，并推到极限位置，缓慢下落货箱与保险装置接触，举升气控阀至中停位置，方可在货箱下安全作业。八，牵引装置的操作。一，挂车的连接。先将安座手柄向上抬起，使手柄处于上部长孔位置，再向外拉出，放开手柄锁钩处于张口状态，向后倒车，使牵引销进入锁钩口，此时楔块自动将锁钩锁住，手柄由弹簧拉动进入座板，并落入下部短孔中。在连接电气管线路时，应确保车辆在转弯或颠簸时不受挤压，不相互绞缠或摩擦。连接管路时，将相同颜色的接头相互连接。二，挂车的脱开。在脱开制动管路时，应先将红色充气管路接头脱开，然后再将黄色控制管路接头脱开，将安座手柄拉出，使手柄杆上的钩槽卡在地板边缘上，此时主车前进，便可脱开挂车。九，冬季使用车辆。环境温度低于5摄氏度时，应改用冬季柴油、机油、冷却液和润滑脂等。在冬季到来之前，应检查电瓶单格电压、液面高度和比重。在冬季长时间停放车辆时，应将电瓶拆下放入室内。冬季采用火焰预热启动，排放储气筒积水。在冰雪路面上行驶，要安装防滑链。三，应急处理。车辆出现故障，建议将车拖到就近的北方奔驰特约维修站进行维修。
故障车的发动机若可以启动的话，在牵引时应启动发动机，这样既保证了转向助力，又保证了制动气压。提示：制动气压不足时，弹簧储能钢可用机械方法松开。陷入泥泞地带车辆的牵引要缓慢均匀牵引，避免冲击牵引、斜向或横向牵引，也可向后从驶入的方向拉出。注意，发动机出现故障后，将变速器置于空档位置，全轮驱动的车辆可将分动箱置于公路行驶位置。100公里以内的牵引速度不得超过每小时50公里，100公里以上的牵引拆下连接驱动桥的传动轴牵引。注意，带副箱的变速器应将变速杆置于高档区空档位。变速器出现故障后，应拆下连接变速箱传动轴进行牵引。前桥出现故障后，抬起前桥，按发动机出现故障后的牵引方式牵引。后桥出现故障后，将半轴抽出，再牵引车辆。注意，带轮间差速锁的车辆，应先将差速锁闭锁后再拆下半轴，并在轮边减速器中加入干净的齿轮油，